列车即将到达金州站，请小心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江。今天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了金州。来到金州这个地方让我很惊讶，因为金州是属于南沙区的，南沙市还在开发发展中。我印象中的南沙就是我想象中的南沙吧，是那种荒山野岭的感觉，但是实际并不然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四周，基本上都是高楼大厦的感觉，人也蛮少的，所以生活节奏感觉不是很快，让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一个地方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慢节奏的生活。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走走看看，看一下有什么很是好玩的。Changing like any true love, it drives you crazy.